蓝二公子。见姑娘。来找阿羡吗？蓝二公子，我有些事想请教蓝二公子。此道损身，更损心性。那该如何是好啊？正道大同，还以剑道为尊，符咒法术只能补足，不可作为修习之法。蓝湛，你在跟我师姐说什么？微音。我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江氏之事，还请蓝二公子不要插手。阿羡，蓝二公子他是……阿羡，你怎么了？我是担心你，才问问蓝二公子来的。你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？师姐，蓝湛的，他是不是和你说了夷陵仙茶寮的事？他什么都没说。蓝湛，蓝湛，你听我说。